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大家好，一南带您进入今天的消费主张。消费主张由无限极独家冠名播出，养生固本，健康人生无限极。好，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当我们慢慢变老，卫生间、卧室、客厅、厨房会存在哪些安全隐患？生活中预防老人摔倒都有哪些神器？经络拍、指甲钳、上下车扶手，哪些小物件是老年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好朋友？敬请收看消费主张。好，那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养老产品的话题。消费主张由五粮液特约播出。那这每个人呢，都会有老的一天。当你老了，头发白了，你会发现这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东西呢都不再适合自己了。遥控器呀，看不清按键上的数字。那剪指甲呢，经常会不小心就剪到肉。针线呀，穿不进了，需要孩子、孙子来帮忙。这老花镜呢，也成了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必备品了。那细心的消费者就会发现，其实啊，这几年市场上有越来越多的适老用品销售。那目前适老用品有哪些新的亮点？价格和销量又是怎样的呢？好，来看看我们记者的调查。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发展到今天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目前全市的眼镜企业有2000多家，镜片产量占到国内市场份额的75%，占到世界份额的50%，是国内最大的3家眼镜市场之一。记者走了几家眼镜柜台，发现这里老花镜外观年轻时尚，有的甚至把老花镜做成了炫彩太阳镜。现在老年人他也讲究时尚啊，不管什么颜色，老年人戴都能戴得出那种效果来的。因为现在人老年人时尚的也多了呀，他也能把它做成花镜。哦，这就属于定制了吧？对，这是属于个性化的定制。嗯，不管你要有什么颜色需求，花镜我们做这个颜色都能把它做成花镜。像这种所有彩色都可以做，都可以做，红的、蓝的、白的、黄的都可以。叶海建是一家老花镜批发专柜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随着这两年中国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消费者对花镜的需求和消费观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生产厂家和销售商开始在花镜的设计和实用性上下功夫。那么我们从事老花眼镜这个20多年里面，花镜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一些变化和变革。那么从最早的2-3个款式比较单一的金属架啊，那时候就能满足整个市场。那么发展到现在的话，老年人对整个老花眼镜的需求，它是产生了不同的变化。那么从材质上分，它会有金属架、纯钛架啊、TR 架。那么从款式上分，有传统的，有偏向于时尚的。那么从功能上分，那么以前的话是常规的老花眼镜就可以了，现在有便携式的，有超薄的，啊，还有一些防蓝光的，啊，等等的一些概念。针对不同的人群，老花镜的设计、材质和功能也有很多不同。携带方便折叠镜、360度旋转的比视镜、女士专用的镶钻镜、用来看电脑屏幕的防蓝光镜、方便看书阅读的超薄书签镜。这还不算什么，还有更新奇的，打火机式的、项链式的，可以调整眼镜视距的，这个没有腿的也是眼镜吗？这个也是眼镜，这个是欧洲人那边设计出来的。这个怎么戴啊？这就呢，放这里，那这么架住，就这么戴。记者在丹阳眼镜城管理委员会了解到，老花镜近些年的销量逐年上涨，在整个眼镜市场的份额在20%以上，每年的增长量在10%左右。专业人士提醒老年消费者，家里应该多备几种老花镜。那么戴老花镜呢，它根据您的那个使用的场景，根据您阅读的媒介，它也有所区分。比如说您用来看手机、看电子产品，或者您用来阅读看一般的书籍和看报纸，它都有不同的需求。所以呢，我也建议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配多副老花镜，以用于不同的场合，戴得更舒服。
除了老花镜，还有更多适合老年人的物品融入生活中。佛山市顺德区的刘先生和母亲住在一起，老母亲已经80岁了，行动不太方便。刘先生家的卫生间马桶的位置在淋浴区的里面，要想上厕所必须先经过洗澡的区域，这样一旦地面湿滑，老人就有摔倒的风险。原来呢，我们都不太注意老人家的那种安居的那个安全的问题。自从这几年啊，摔倒了2-3次以后呢，哇，我觉得经常有点紧张。最初，刘先生对市场上适老化产品并不了解，就用普通的不锈钢管为母亲装上充当了扶手。可在安装上之后，发现并不适用。我以为要做到洗手间就能扶起来，后来发觉还科学。后来我找了一个专业人士帮我想了一下，他就帮我安装一个扶手，整个过程能扶住，也包括这个冲凉的一个简易的凳子，他能坐在那里冲凉，然后起来的时候又能扶着，就随时能扶着东西，这个我认为是还是比较合理的。帮欧奶奶家里面呢做适老化的改造，重点呢就在洗手间和洗浴这部分。一个，这是洗手间扶着洗澡，这安全一点，这符合国家国际的标准。第二个，注意凳能够方便她洗澡的时候安全，还有穿衣服、换衣服的时候的安全。第三个呢，我们就更换了一个最方便的马桶。第四个，我们把两边按照标准支撑的扶手，这里面这个扶手也是国际标准的，这样做我们通过这个改造，基本上把这个需要的在这个卫生间里面的洗浴和方便的方面呢都解决了。欧奶奶家卫生间一共做了4处改造，除了安全扶手和折叠洗澡凳，最让欧奶奶满意的就是这个简易坐便器了。这里原本是蹲便，蹲下不容易，起身更难，现在通过一个简易马桶架就可以当坐便器使用，安装方便也非常安全实用。善其家园是广东省一家慈善基金会募集社会善款筹办的公益慈善养老社区，胡兴民是这里的负责人。在卫生间的适老化改造这个问题上，他从养老社区运营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很多经验。这个卫生间，这个我倒是普遍现在大家都知道要加一个这样的杆儿，就是作为一个扶把手了，是吧？对，是的。厕所的话，我们这个把那个冲水的按钮呢也就抬高了，上完厕所冲水的时候就不用弯腰啊，减少它腰部的损伤和跌倒的风险。其实最有危险性的还是这个浴室的这个位置。对，是你说的非常对，这个老人跌倒的最大的风险点其实就在浴室里面。你看一下我们的浴室有什么特点没有？浴室我觉着是这地下这个排水槽非常的长，而且是很平整。对，这个排水槽呢，我们就是等于浴室跟厕所是干湿分离的，它这个水都不会流到厕所那边去，对，这个不会积水，而且还有很多各种的对，方便老人就是扶，对，然后我们正常人冲凉的时候一般是这样站着这样冲，其实很多这样的老人的话会有风险的，就是坐下来冲，你可以体验一下。对，体验一下。就是老人老了，洗着洗着我累了，对，就要坐在这儿，对吧？然后你现在你拿着花洒，方便不方便？够不到是吧？对，那我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装了一个放花洒的位置。对。那我还可以自己在这儿拿。对，拿可以洗。然后放到这儿。对。然后想起来了，我在这儿一关，对，就可以。对，啊，对，是。我们还要注意在家里安装的时候要装上一个低一点的一个花洒的这个托。对。
记者调查发现，卫生间是家里老人跌倒概率最大的地方，也是适老化用品体现最集中的区域。一般来说，适老化改造后的卫生间一定到处都是符号化的扶手，虽然安全性有了，但美观上会大打折扣。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你看呢，哎，这个呢就好像是一个这个装饰啊，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老人洗澡时候用的一个扶手。再有呢，这个毛巾的这个架子呢，老人也便于抓握，也是一个隐形扶手。再看我们这个暖气啊，这个地方实际上也是一个隐形扶手，这个呢是便于我们坐轮椅的老人拉的，就有很多隐形的扶手是吧？对。崔金雪是一家老年用品企业研发的负责人，在他们研发的适老化产品中，除了这些隐形的扶手，便携式的移动扶手也是一大亮点。这也是一个扶手，第一个呢比较美观，第二个呢也不用我们这个打眼儿啊，这个装修啊，而且呢，这个卫生间只要是瓷砖的墙面，任何地方呢都可以安装啊。你看我借助它起身，这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啊，这个拉力也足够啊，拆下来呢，也比较方便啊，这吸力还是很大的，这样的话呢，哎，我们再安上，就可以了。记者在这家企业了解到，老人在浴室里面跌倒有一半以上是洗完澡以后发生的，所以浴室地面的平整和防滑处理很重要。您能想到眼前的这把洗澡椅也是一个防摔神器吗？这个椅子呢，首先呢它是个洗澡椅，您看呢，这个呢还可以从一个沐浴椅变成一个坐便椅，这个呢可以呢，这个把污物啊、大便啊、小便直接排泄到这个桶里面啊。如果在这个坐便器上呢，也可以把它拿下来啊，直接排到坐便器里面去。这也是一个防跌倒的一个神器。老人起夜的时候不用非得跑到卫生间里面来了，因为有的卧室和卫生间离的距离比较长，老人起夜的时候，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容易摔倒。那卫生间里这条长长的线绳是做什么用的呢？这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老人一旦摔倒的话，或是发生危险的话，除了可以摁，另外摔倒了，突然摔倒了，他怎么办呢？他摁不到，够不到的时候，他就可以拉这个绳。卫生间的洗手台该怎样设计才更适合老年人呢？我们这个前面是一个弧形设计，这样的话呢，让老人呢，哎，能够更贴近这个手盆。再有呢，老人呢，有的时候呢，这个洗个头啊什么的，就可以把这个水龙头抻出来，啊，这样洗。坐着也可以洗头啊，同时呢，我们这个水槽呢，比平常的水槽要深，这个而且呢是在后面排水，啊，这样的话排水呢更加顺畅。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甩干桶，让老人的这个毛巾放进去。隐患呢？比如老人起夜的时候呢，起夜过猛，他会眩晕，会跌倒。假如我们在这个床边呢安这么一个小的简易的床边扶手啊，你看呢，这个我起夜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借力很容易的啊就给起来了。实时通话，无障碍沟通，配合呼叫手环、拉绳呼叫器、烟感报警器、燃气报警器等一起使用，真正实现了居家安全无死角。
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卧室神器，不但适合卧床老人，健康老人也可以用。究竟是什么呢？看电视啊，看报纸啊，看个手机视频呐、刷个抖音呐、都是不错的。两个人呢，互相呢也不互相影响。除了卧室里的床，客厅里的沙发也可以设计得更适合老年人群。我感觉它就是比较窄，坐完以后就是有点硬。老年人的那个腰啊，一般都不太好了，喜欢坐硬的东西。另外呢，也不能够让老人长期坐在这个沙发上，稍微硬一点呢，他就愿意多起身的多活动活动。为老年人设计的沙发，除了硬度、宽窄度的区别，沙发坐下的高度和扶手的设计都是要注意的。老年人长时间坐卧，如果突然起身，会造成脑部供血不足，有眩晕甚至跌倒的风险。这款起身沙发有助力功能。我这个哇，它自己就起来了。对呀、哇，这个太神奇了，这可以站起身的沙发，这是一个。是是。哇，这个角度正好。这款起身沙发采用了防水面料，不仅能够助力起身，还可以后倾达到平躺状态。沙发扶手还可以安装360度旋转餐板，方便老人在沙发上进餐。我们也感受一下哈，它这个按键特别简单，就两个键，一个起来，一个躺下，是吧？这个真的不用使力气，这个腰都省劲儿了，感觉 是吧？直接就哎。太省力气了，这个。尽管设计师们对老人起居空间做了很多适老化改造，但也无法100%地保证老年人不出意外。危险一旦发生，有没有办法及早发现、及早救治呢？看着就是一个监控摄像头啊，但是实际上呢，它还有比较大的作用啊。我给你演示一下，你看一看啊。你看，哎呦，我吓死我了。有人摔倒，倒地行为分析报警联动。对对对，你看我这个手上没有任何的腕表，也没有胸卡，我没有任何的这个报警装置。它呢，这个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现在在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啊，叫无佩戴监控系统。这款我国自主研发的无佩戴监控系统适用于家庭、公共场所和养老机构，它能够在老人不佩戴任何智能产品的情况下，通过摄像头和 AI 智能后台对区域内的老人实现隐形管控，减少老人走失、跌倒、处理不及时的风险，同时掌握老人活动轨迹和徘徊情况，有利于为其提供更加及时便利的服务。近些年，人们除了对住房的适老化改造需求强烈以外，为父母购买老年人专用的消费品也成为年轻人尽孝的一种方式。在顺德工作的陈真可是出了名的孝女，瞧着一大桌的老年用品，全是她为父母买的。它呢是有热敷功能的，然后有充电宝，直接就可以充电，你就带着就可以走了，就很方便。正好这也要上门，舒服吧？很舒服了。陈真父母身体都很健康，两位老人对各种锻炼、护理、保健的老年用品非常热衷，所以他只要看到新鲜玩意儿，就会买回来给他们。那冬天呢，这老人这那个手指是僵，很僵嘛，那这个这么一按摩呢，这很舒服的。我就喜欢买这点小的东西啊，这样会用起来比较舒服。然后这个也是一样的，可以打背，因为这个对。我老爸也喜欢啊，我感觉很好。这个补子堂啊、颈椎堂啊、肩周炎呀、很舒服。这个无线按摩棒是陈真妈妈最喜欢的东西，它可以随时随地的高频震动按摩全身各个部位，促进血液循环，放松压力，舒缓紧张感。拉背按摩器则是爸爸的最爱。这个呢是我爸非常喜欢的一款产品。你看没事儿呢，可以坐在这儿啊，也可以动，站着也可以动啊。然后呢，就是它也是活动整个的后背，因为其实人呢坐久了之后呢，那个后背是很不舒服的，有点很僵硬的感觉。这样的话呢，它一揉，哎，整个身上的血就活了，所以很好的。我觉得这些按摩的东西真的很棒，这还是好用吧？好用，这个就是戴风戴胶的就不要戴眼镜了，方便。瞧。发热护腰、多功能手指按摩器、拉背按摩器、电动按摩棒、带放大镜的指甲刀、经络拍，两位老人对女儿买回来的这些老年用品是赞不绝口。那还有哪些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用品呢？咱们都说啊，老年人有老年味儿，
是吧？老年人怎么形成的呢？实际上啊，第一个呢，老年人呢对这个洗澡还是比较怵的啊，因为他们这个头脚不灵活，也容易摔伤，所以呢他们洗澡呢就比较困难。第二个呢，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皮肤有褶皱，容易存细菌，所以呢这个老年人呢这个体味呢就比别人重。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研发了这种用 3D 材料打印的聚酯纤维的这个 3D 枕头。闻不出来是倒是什么味道都没有，但是摸着感觉很有层次。对，它是透水透气这个防菌这样就很不容易残留这个味道在里面了。对对对，一清洗这个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呢，用水冲一下，甩甩就干了。我们做个实验好吧，你看看它的透水性透气性有多强。我们放到这个水槽里面。直接被放进去了我们打开这个开关。哇，看这个透水性能多强，瞬间就下来了。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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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水也不存留。我们拿出来可以看一下是我们大家拿出来看一下。这个水一点也不流。透气枕头使用了环保材料，采用人体工学设计，能够释放颈部压力。 3D 材料支撑均匀且透气干爽，全枕可水洗，快洗快干，具有除味、抑菌、防螨虫、预防呼吸道疾病的功能，非常适合老年人。同样材质制作的床垫可以防止长期卧床老人褥疮的产生。再看看这个，这不就是一条普通的内裤吗？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实际上它有比较神奇的效果这里面有个片对，这个片呢叫人工软骨泡沫，是咱们中国人自主研发的它最开始呢是用于呢这个美国的轮滑运动员的鞋垫它的吸能效果90%。大家知道我们老年人呢都怕摔跤，而且呢摔跤最怕就是髋关节摔坏了，髋关节摔坏了往往就是人生的最后一摔了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片，完之后呢放在老人的髋关节这里，保护髋关节，即使是摔倒了它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个小薄片真的这么厉害吗？咱们来做个实验。这是普通的 EVA 材料这个呢就是人工软骨泡沫了我们两个人呢同时把这个球，那我们高度也要一样，高要一样的，对，一二三，哎呦，你看，我这个球就弹起来，它把我们的这个摔下来的动能90%转化成了一点点的热能了所以就是它很服帖的，就也没有怎么弹起，像那个就弹了很高，对对对对。防伤裤跨步的这个小薄片不但柔软贴合宽侧体型，还是高分子吸能材料制作的，它能吸收70%到90%的冲击力，能大大减少老人因跌倒摔伤等因素导致髋关节受损的伤害。去年呢，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那作为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综合性指导性文件，规划明确多渠道多领域扩大适老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届时布局合理、门类齐全、产品丰富的产业格局基本形成，那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呢明显增强，产业发展环境将会更加优化，体系更加完善，市场监管机制更加健全，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明显改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基本形成。同时，丰富产品供给将养老用品等作为优先发展领域。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我国亟待制定适老产品通用标准体系，重点提升产品在安全性、功能性、智能化方面的适老化水平。只有建立标准化的制约手段，才能保障产品的质量，那给老年人带来更大的帮助。
同时呢，适老产品标准化也为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可以在游戏中锻炼平衡的辅助机器，辅助偏瘫老人康复的天轨悬吊系统，监控空间内老人摔倒的智能监测系统，可以切换四种形态的护理床，能够加装在楼梯扶手上的座椅式电梯，帮助失能老人洗澡的智能纳米洗澡机，可以帮助老人重新站起来的智能看护机器人。当智能科技遇上养老产业，会怎样方便我们的生活？敬请收看消费主张。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如果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呢，愿意拿出来分享；如果您了解一些不为人知的消费内幕，或者是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呢，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都欢迎您扫一扫我们屏幕右侧的二维码，关注我们消费主张官方微信公众号，那通过留言的方式啊，把您的遭遇告诉我们。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消费主张，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咱们下次节目再会。财经频道，看见价值。